女星曾志熙在台剧《天道》中饰演安杰，剧情安排她被追杀时摔下悬崖，最终掉进海里溺水而亡。随后她发文正式告别剧组，准备开始积极备孕。然而却有不少人认为她是为了备孕才离开剧组，网友们也纷纷指责她不敬业。日前曾志熙发文强调，剧本从一开始就设定她的角色会出意外，所以由谁来演都一样，并非因为她要备孕才会半途退出剧组。曾志熙也补充表示，安杰不是女主角，只是因为当时和谢承君搭档一起出席宣传活动，外界才将她冠上女主角的头衔。此外，有不少观众吐槽安杰的衣照太丑了，曾志熙认同大家的看法，并透露剧组直接拿了一般的定妆照来用，仔细看就会发现造型细节和角色根本对不上，笑称自己也快被丑哭了。